坤姐，救他！哎呀，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干嘛？把推荐军给我带走。哎，这怎么了？放开我干什么？你走，放开我！干什么？等等！把话说清楚！你老实点，快出啥事儿了？不知道啊，你还进了车坐了，肯定有大事儿啊！是，海燕，上车。 李雅燕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李雅燕，李雅燕，放开我！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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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你干嘛
为什么要撤走铁军啊？我代表红星基业厂革委会宣布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。反革命？铁军怎么会是反革命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你说什么？我儿子怎么会是反革命？你搞错了吧？我儿子不是革命，他不是反革命。放开！冷静！童铁军就是反革命分子。 犯罪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。你就等着他判死刑吧。程主任，你肯定搞错了，铁军不可能是反革命的。程主任，妈，妈，妈！等等，哎，哎，你再说一遍啊！ 我童铁军，我是反革命。陈耀武，你撞哪门子邪了？你疯了吧？我是反革命。陈耀武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赶紧给我放开！你嚷嚷什么？是不是反革命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革委会不会错过一个好人，也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。 你少跟我扯淡，陈耀武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、啊！你整天就琢磨着抓反革命，抓反革命的，你是想立功，你想往上爬，你爱咋地咋地，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啊！你说你还抓到我头上来了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赶紧把厂领导给我叫过来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什么厂领导？我就是领导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得了吧，什么敬酒罚酒的，你瞧你那样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要见宋厂长。主任，主任，去领导来电话，说让你赶紧接一下。哼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几天？你别走啊！哎，赶紧给我放开，陈耀武！ 开开，你怎么把绳子给解开的？陈耀武脑子进水了，你不能跟着一块儿犯浑啊！你把这门给我打开，我现在要见厂长。找什么厂长？童铁军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人，我还把你当做榜样，我还向你学习。我呸！要不是陈主任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坏。你差点你就害了全场的兄弟姐妹，你这是给全场的工人阶级抹黑，你太毒了！什么呀？ 我还给全场的兄弟姐妹们抹黑，我还要害他们，害工人阶级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这陈耀武他吃饱了撑的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先把门打开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出去跟你说，来，来。
这是咱们厂没事，那要出了事，你让全厂的工人怎么活？郝春龙，大龙，拿我当不当你哥呀？你说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啊？你先给我开个门！就不开，凭什么给你开门？你开门你崩溃你！你不开门我砸窗户了啊！听见没有？开门！你躲开！躲开！铁军那边我同事我守着，还有医生呢，放心，你赶紧去找铁军吧。行，我找陈阳武要人去。他们肯定抓错人了，铁军可年年是咱厂的先进，他绝对不可能犯错，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？你张花姐说了，这次肯定是个误会，你别太着急啊。嗯，知道了，姐夫，那妈就交给您了，我这就去红星厂去。我走了。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到现在我这脑袋还在发懵。说实话，就这几个字，我都不敢念出声儿啊，同志们。这小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，他的表现一贯很好啊，他不应该呀，不应该。宋厂长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们要讲证据。什么是证据？这些就是证据啊，铁证如山呐，同志们。咱们厂的黑板报啊，一直是小童负责，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岔子。以前是以前，明天是什么日子？明天是上级领导来厂检查的重要时刻。不行就是不行，跟你说了，大晚上的厂子不能进人儿。不是，我也是红星厂的职工，你干嘛不让我进啊？就算是本厂职工也不行，这是规定。师傅，我就找那个革委会的陈主任，陈耀武主任，我就找他。没看着，也不知道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那我找其他的领导。走，你让我进去啊！你找谁也得白天呢，这大晚上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嘛。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姑娘。好了，啊，让我进去吧。哎哎。我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！师傅，师傅，黑板报是啥？黑板报那代表我们红星厂的声音，代表我们的政治态度、政治觉悟。这个佟铁军一直仗着我们对他的信任，长期占领这块阵地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蓄谋已久，处心积虑。不会吧？这个小童也不是这种人的。我在想，你们是不是哪弄错了，或者是有什么误会吧？误会。他选择了上级领导来厂检查工作的重要时机，写了这么反动的标语，同志们。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蓄意给我们红星厂抹黑，蓄意加害我们这些无辜的群众，蓄意拉我们这些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一起下水吗？陈主任，我觉得，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其恶劣，对佟铁军这样的反革命分子，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。
本着命令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呀你！谁想我？你别给我乱扣帽子！你看着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跟你没完！还有啊，好的！屋里边所有能采集的电动剑都给我搬出去！是，给我过来！谁想我？你混蛋你！哥，屋里边没给我看紧了，我可以给你申请配枪。你们带上他跑了？听见了没有？听。 别过来！工作时间不能聊大天儿，你要叫别人看见了，回头给你们领导汇报，扣你工资。我是为你好啊，我不耽误你，我走。别浪费我嫂子的时间。小五，换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？ 清洁站人家一天都不想再待了，不想再收马桶，不想再打扫公共厕所，不想再整天掏粪了。人家不想再被叫成马桶西施了。马桶西施也是西施嘛？啊，清洁站怎么了？革命工作不分贵贱。要我，你就给我换嘛。 哎呀，眼下呀，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。真的？那可是唯一一个。递谁了？我能进红星厂吗？要我，我这次一定要进红星厂。那别人的申请表已经放在我手里了，就等我盖章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我，我想想办法嘛。哎呀。啊？ 行吧，一定想办法啊！这么珍贵的招工指标，怎么能白白便宜别人呢？再说了，招什么样的人，得我陈阳50了算。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要我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嗯，再来一下。哼哼哼。 老太太，你还敢嫌弃我？等我换了工作，做了你儿媳妇儿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嫌弃我？对，自己一定要醒悟。 要端正，明白吧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干得不错，嗯嗯，好。四八，哎，我已经让老吴重新出了黑板报，你现在赶快去，把黑板报的挡板给我修一下，啊，区长马上就要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那还不能找人，还得我自己去，好。 哎，一定要快！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您怎么了？中午饭也没吃，身体不舒服啊？谁不舒服？你哪只眼看着我不舒服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长点心眼儿。谈工作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是大领导来检查工作，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，别给我捅娄子。放心吧，主任，都检查了，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告诉锣鼓队的，我的要求是。 领导下车脚着地那一个瞬间，锣鼓响起，分秒不能差，分秒不差，分秒不差。算了，我亲自指挥。好。黑本报谁出的？佟铁军啊，咱们厂一直是他出的，他写字好吗？为什么？ 这是什么？啊！他太烦躁了。看来，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啊！接地第一人就藏在我们身边。去，宣传科，跟吴干事借个相机来。相机？好，我马上就去。 你看来了，那真是一个红心盼领导，领导一来精神高啊！您这一来，让我们胡警长蓬荜生辉。小陈啊，你这张嘴啊，就是能说。姚主任吧，姚主任吧。主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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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佟铁军被你们抓到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？你要相信组织。 组织会处理的，这错人了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行，那这样，回头你来找我，咱们私下里谈，好不好？哎，别呀，别私下谈啊！你现在就说清楚怎么回事啊！林海燕同志，你不要干扰我工作。不是，陈主任，这……你再这样，我不管了。王主任，我找厂长去。宋厂长。 这些都是佟铁军得过的奖状，家里还有很多。如果您要看的话，我再给您拿。那都不用了。啊，这些奖状我都知道，都是厂里给区里给他发的。这说明了一小佟的表现一贯是不错的。您看看，您都说他表现不错了，他那么优秀，肯定不是反革命的。他是个好人，您要相信他。我相信。 宋厂长，我能见见他吗？你上哪儿见去？我都见不着他。这人是革委会的，这要不抓他，要关一关在革委会安排的仓库里啊。宋厂长，这是红星厂，您是厂长，那厂里的事情您总能做主的。小丽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是政治事件，我说了不算。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吧，救救他吧，我求您了。您别激动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可是现在不好办呢，这个陈阳无有证据，而且证据确凿。证据确凿。小沈。
啊，哎，今天早上那个是红杏厂的陶春荣吧？他来干嘛呀？怎么还拿了枪啊？不是，占良，你没听说呀？怎么了？你姐他们那个红星厂出了个反革命，他们厂的人来我们所里借了杆枪，是区委会特批的条子。红星厂出了反革命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前天晚上我跟我姐他们还吃饭呢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我哪知道啊？是他们厂革委会主任亲自带人抓的，陈耀武。哎，是他，说是这回又立功了。他立功？哼，总靠着攀马屁往上爬的人，能立个什么功啊？陶春龙，陶春龙，赶紧给我拿吃的，拿水来，赶紧的。陶春龙，今天的份儿，哎，赶紧放那儿。没给他饭吃啊？他差点砸了咱全场兄弟们的饭碗，还吃饭？他不配！陶春龙，开门，我要撒尿。陶春龙，我要上茅房。喊什么喊？啊！反革命，你喊什么喊？哎，你个陶春龙啊，你小子可真是有进步啊！我怎么就是反革命了？我，你说你平时看着挺好的一个人，你怎么让这个陈耀武你给带沟里去了呢？别扯这些没用的啊，这事跟别人没关系。撒这儿。车间里忙活了一晚上，还没来得及去找宋厂长呢。刚刚找过他了。那他咋说呀？他说铁军写了反动标语，是一块黑板报。什么黑板报啊？既然你带我去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黑板报上写啥了？哎呀，没问题呀。宋厂长说了，铁军写的那几个字拍了证据之后就擦掉了，说绝对不能让区领导看见。他都写啥了？啊，不可能，他怎么会那么写呢？绝对不可能。来，把他手铐打开。打开！你小童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说你写反动标语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陈主任就过来了，你把事情说清楚。宋厂长，什么写反动标语啊？我怎么可能写反动标语呢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写的是。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，是向人民认罪，啊，向人民认罪。对，啊，陈主任，是这种情况吗？我告诉你说清楚啊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厂长，我这天天出板报、出标语，我怎么可能少个字儿呢？这样，您要是不信我的话，您也可以问问厂里的同事啊，那肯定有人看见。咱们是不是也得核实一下？这件事是不是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呀？我写的清清楚楚，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，绝对有那个字儿，向人民认罪，有个向，啊，陈主任，有个向，向什么向？啊，向什么向？你以为领导没有调查吗？我告诉你，全场职工我一个个都问了，
事发当时全在车间里面工作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为你证明。宋厂长，您觉得我是那种出反动标语的人吗？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？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，这黑板报不是一直你写的吗？写得很好啊，怎么今天就这么粗心呢？落了个相字。陈主任，粗心呢，这就是典型的粗心，是粗心呢。粗心？啊，宋厂长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咱可不能轻描淡写啊！还粗心？童铁军，我代表厂领导，现在正式的通知你，这件事情性质十分恶劣，后果十分严重，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。陈耀武，这是你诬陷我呀你！我诬陷你，我有必要诬陷你吗？你既然当了厂长，你必须把这话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陈耀武，快点说清楚！神干什么？你是老实点！厂长，你们太无聊了，兄弟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！胆大，想打陈主任吗？他诬陷我呀！你这做事态度，配合厂里调查。小林哥找过我，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揪着心呢。你现在唯一的就是冷静。冷静，因为你们全家人考虑，知道吗？啊，没错，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，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，一人作恶，全家遭殃。厂长，我的事儿跟我们家人没关系吧？你少说两句，有没有关系？你说算吗？娜，你见着铁军了？见着了。铁军说让您别担心，好好养着病，回头他接您出院。我儿子没事了？没事儿，妈。铁军说了，那就是个误会，没事的。那他能回家了？嗯，暂时还不行。领导说了，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就没事儿了。不担心啊，妈，不担心。哎，喝口粥啊。好。燕儿，你看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嘛。看把你给累的，你这还没过门呢。参加就妈，哎呀，您不是老叫我宝吗？您怎么跟您的宝那么见外啊？您记得吗？咱们之前不是约好了吗？说一家人要乐乐呵呵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放心啊，放心，我们一起等铁军回家，没事的。嗯，好。咱们乐乐呵呵的，一起等铁军回家。哎，刚才该说的狠话咱们也都说了，要不是你这件事情这么办后，咱们把小童的事儿啊就在厂内处理，咱们严肃处理，就别往上报了啊，给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教训，给他个记大过处分，把全年的工资都扣了，一文钱不留，怎么样？咱就别往上报了。宋厂长，你这是和稀泥呀。啊，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原则问题，政治问题，我们绝不能姑息。我跟你说啊，洪铁军这小子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那都是积累出来的，早晚要出大事儿的。他在咱们厂啊，年年先进的，这个区里和厂里的奖状那一大摞子，我都看到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惯着他？就刚才，你非得让我把他手铐解开，我是看你面子才给解开的。这种反革命分子能不铐着吗？不铐能行吗？有句话呀，不应该直说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件，你是有责任的。是不是？你有话就直说吧。我知道，你觉得我照顾小童了，又把他的对象啊找到咱们厂，
你对我这次招工有意见？招工？那我可真没有意见。我这次招工啊，不是冲着小童才把他对象招到咱们厂的，我是下乡去了，下通连队去打听去了。人家领导对这个小林评价一直非常高，说他工作方方面面做得非常优秀啊。我也希望你以后啊，对这个林海燕呢，不要有什么偏见。我怎么会有偏见呢？林海燕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优秀，是啊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对天发誓，这次招工我没有意见，没有任何意见。你不反对我把小彤的对象招到咱们厂了？我从来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，林海燕是林海燕，童铁军是童铁军，他们有关系吗？完全没有关系的。还有啊，你这次招工。 我可以说是招对人了。对了，那个林海燕在文艺汇演那个表现，咱们可以说现在还是在历历在目吧。所有的人都给他鼓掌了。对呀，所以我说嘛，你这次是招对人了，给我们红星厂招了一个特别棒的人才。我情有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感谢我？那童铁军这个事儿，我就让一码归一码啊，这个是严肃的政治问题，我革委会绝不会姑息。童铁军，这辈子。 就等着在牢里过。耀武啊，妈，妈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急不急？你要不急的话，明天再说。我现在写一份稿子，我得明天交给领导，啊。 急！你说，我听说，你把你同婶家童铁军给抓了。这事儿您都知道了？街坊邻居都传遍了，说你同婶倒在地下昏迷了，送到医院抢救，有这事儿吗？有这事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儿子！ 妈知道你能干又能力啊，革命热情高，你手里可不能沾上人命啊！您放心吧，我这心里有数。谁让那童铁军整天嘚瑟呢，在厂里这个好那个好，就数他呢。我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，他那妈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谁让他儿子不争气？哎呀，要说吧。 这小玲子也挺能得瑟的，是吗？那天卖菜去，我碰见他，他挡着我呀，哎呦，把他那儿子夸的呀，就跟一朵花似的。完了还说他马上要娶一个怎么怎么好的这么一个儿媳妇，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这话都不应该跟我说，因为我没儿媳妇，我听了这话肯定心里不舒服啊。你说是吧？看看。 乐极生悲了，不是？所以这人呐，就得夹着尾巴做人，你不能太嚣张了。妈，他说他那儿媳妇啥了？他说他那儿媳妇，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，总之就是个好。我半信半疑。啊，就这么好的姑娘，能摊上他们家童铁军啊？咱甭说别的，就他那个病殃殃的婆婆。 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呀？吹牛！可说呢，那鲜花就不能插在牛粪上。那得好园子配，是不是？你园子好，那你倒给我领回来一个好儿媳妇呀！又说上我了，领，必须领。马桶西施可不行啊，绝对不行。哎呦，那一身的骚臭啊！我怎么听说？ 他特黏糊你，追你呢。你站文理厂了啊，不能跟他扯，听见没有？我烦他。我也烦他。嗯。您想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要真想娶她，何必等到今天呢？是不是？您放心，我一准儿给您领一个像模像样的儿媳妇回来。嗯。那您看我这能写了吗？早点休息吧。 明天得交给领导呢。那好吧，那我给你炖碗银耳汤去。哎呀。
儿媳妇，看看是谁儿媳妇。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，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，一人作恶，全家遭殃。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。同志你好。什么人？不许靠近。同志，同志，同志你好。你这个童铁军是不是在这儿啊？不在，你快点回去吧。春龙，海燕姐。哎呀，春龙是你在这儿啊？这可太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的城里啊？我好些年没见到你了。我刚回。那你上这儿干啥来了？我想见见童铁军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他是惯这儿吧？海燕姐，你那么好个人，怎么跟童铁军结婚啊？他是反革命。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？不是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被冤枉的，你让我见见他吧。姐真不行，没有那个陈主任的批准，谁都不能见童铁军。春龙，你就帮姐一个忙啊。姐真不行。你看看，你小时候老和你姐和我们一起玩。大家都知根知底的，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啊，你就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帮姐一个忙呗，让我见见她行吗？就一会儿行吗？真不行，姐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你搬出谁的面子都不行，谁都不能见童铁军。你快回去吧。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？那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啊。那拜托你了，把这给他哈。啊。陈耀武，你说你咋命这么好？都说好雨知时节，那前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，那是金子下的雨啊。童铁军，这次非得给你点教训，你再横呢，不让你吃足苦头，你还是不知道我陈耀武的厉害，还结婚，还想要林海燕，你想得美。林海燕只能嫁给我。主任，哎呀，海燕来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怎么了，陈主任？啊，请你相信铁军，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。要不你让我见见他吧，我想听他当面说清楚。哎呀，铁军已经被关起来了，任何人都不能见。那您帮帮忙吧，求求您了。海燕，我不是不帮你，你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。性质太恶劣了，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。误会？你等等。看看，
这就是证据。来。还有这个，你看看，铁军肯定不会这么写的。证据不会说谎啊，海燕，我是拿你当自己人，跟你交心我才这么说的啊。以现在这个局面啊，你真的要提前跟佟铁军划清界限了。划清界限？嗯，划清什么界限啊？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本来昨天就要去领结婚证的。我告诉你啊。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，你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几百倍几千倍。佟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，有可能会被判刑。判刑啊？这还算轻的呢，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枪。最正确的选择。